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们将大显身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真正的使命随时通向自己。心算的，心算的，还有几点几呢？把寒冰打满猴，完了！我操，我点错了，我没点迅捷步跑，没点那个行进速率。哎呀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！开火！行进速率忘记点了，这好难搞啊！全军出击！没办法拉扯了。我们将解放其他人。信哥打不过这蓝枪啊，你要是打野你抓崩我，行，那你来呀，减速。他这边打野跟我们家信哥打得挺欢的。信息会让他们自由的。Double kill。点，我的梦想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自由。他们许给我们无尽的可能性。在撒谎，我们就卡兵线。点数正在进入敌方阵地。点，这种压迫是不会持久的。点，就像嘟嘟嘟一样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嘟嘟嘟，点，点。我们的努力仍在继续。哎呦，这波兵线呀！哎呀，好烦啊！他非得换我，你妹的！我他妈这波兵线呢？我操这蓝枪！真恶心呐！非得要换我，不过没事，晚豪也没吃着，我们也没吃着，相当于谁也没吃着，我们就相当于不亏。人性并不是一种缺陷。
还那么大一锅冰，非得去捡碗猴，我杀没杀呀？我杀了你在那说啥呢？我能吃到兵线，他能吃到啥呀？我杀他才能有用。不杀他，我在这家有个屁用？突突突！啥反应？点。不是塔下杀不了，让我很难受啊！正在进行射击，每一次重启，一个新生无辜的灵石。回家了，估计。点坐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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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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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重点，不知道啥意思，很奇怪呀、啊。谁一直给我打撤退信号啊？德邦总管，他一五级蓝枪，他凭啥打我呀？无法被覆盖。回家了，他这边有闪。惩戒兵上六他也没用，他也打不过我，他除非他有红惩戒行。想的是有点多呀。新的伤痕总能让我想起，我仍然是个人类。点。点点点飞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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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爬爬妞，点点点点，你是真是啥也不是啊！动点点点，不着急打他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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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减速飞鸟，打算溜点。你老打啥信号？那又没有 EZ， 全死了，这打啥信号啊？回家了。只有能被凝聚的我们，来个破败，今天才有意义，才会发挥良好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信哥肯定喜欢打信号。信哥，信号哥，没信哥。只要你拒绝服从，你就仍然算是人类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Jet, 弱点吗？别着急打的啊，先拉开一下距离，好，别着急，点，减速，点点点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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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减速，点点点。我们得快点把下路的啊上路的塔给它拆了。把塔拆了，这塔再不拆，我们一会儿就得被对面的波尔比跟那小猫的就给玩死，回家了。走上路杀满豪的，满豪点点点点不点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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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刮刷点数，刮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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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点点数点，嘟嘟嘟。蓝枪搁下路呢，所以不用害怕啊。我们不是武器，我们是人类。减速。点，减速，绝不屈服。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减速，点点点点，我只要剩一滴血，我跟你们说，哎呀，一滴血不行，一滴血他能给我烦死。我们只要剩反甲反不死的伤害，他就永远也打不死我，你知道吗？小波比来找我了，回家了。
打没打峡谷？照到了。全力运作。来打峡谷先锋。中。啊！点住，点。炸到瓦尔扎哈的罩上面了。打峡谷先锋的，成功搭建，允许建设，我们不成功的，给你信鸽吧，这个我们就不要了。干啥去了？减速飞鸟，点，减速超速，点点点，加血加血！给加血了吗？给加血了。给加血了，都死了。给过了。哇，好闪！吃狗屎！这种压迫是不会持久的。出个羊刀，来个绿叉，再出一个那个，哎呀，出个羊刀，不出绿叉。我们的努力仍在继续。出个水银。这也太歪了，我操！我的盾弓呢？哎，我盾弓差一秒，我靠！终结技来啦！可以直接大龙要吧？哎哎哎哎！别把我盾弓给我吐出来了！这没法要啊，这红 buff。人性并不是一种缺陷。
快点打龙。打蓝边打龙老快了。集合推一波下路，这跳弹其实不应该 A 的啊，跳弹 A 了我们就没有逃生路线了，你知道吧，把我们的后路给切断了，自断后路了，给我走，点点减速，点减速，减速减速，刮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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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速，就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。对面的人在哪？马尔扎哈可家呢？对面的波比是真狂，见人就往脸上跳了。不明白凭什么？下把我们玩把波比。跳就是往脸上跳啊，就是感觉自己要无敌啊，我一看呢，蓝枪呢，这也能把我传染死啊，我靠，这传染病。小虫子给我一顿咬啊，有点低估那马尔扎哈的虚区了，我说实话有点太低估这马尔扎哈了，马尔扎哈有点不把他当人了，虚区还是挺高的。来个智慧末印，挂机了。进攻！吓人呢，哎，晚豪不行，马尔扎哈可不行，点点
你别把他瞪过来呀、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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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的成绩获得了战友们的掌声，连长也大方的承认自己之前对朱月明和张海洋是有一些。